第一是蔡慧良，第二是蔡伟良，第三是吴永聪，第四是蔡尚能，第五是马子聪。 以下系男子甲一组400米栏决赛成绩公布，第三名李兆谦，成绩1分03秒76，第二名李子俊，成绩1分02秒81，第一名冯健乐，成绩56秒42，贺大会。